你上去变成吴亦凡吧，你去给我唱两个 rap。 你看这个水银，它有圆有宽，就像你的嘴，它又咧咧又下摆。你看又来了，哎呀，这么多些天就没见过你吃过鸡儿，那你就别看，你看不见我吃鸡儿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你自己有问题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看不见我吃鸡儿，纯粹就是你的问题。我吃鸡儿的时候你不看，我不吃鸡儿的时候天天看，怎么你不精神病吗？派克啊，哎，派克可以用哈。本来就是的嘛，人家吃鸡的时候你不看，哎，不吃鸡的时候你老看，晚上人说人家没吃过鸡，那谁的问题呀？那不是你的问题吗？哎，这个样子可以。为什么麦凯南问的好，忘了行不行？这波麦凯南属实有点傻逼，不过问题不算太大，还可以接受吧。双盾猩红前期已所写，我给你保证把把前四就完事儿，咱也不用着非得要吃鸡儿，吃鸡儿干嘛呢？谁能保证把把吃鸡儿？运气好吃鸡儿，运气不好不吃鸡儿，多大点事儿呢？一会儿给塔姆上个日炎开烫，前期我们就所写。你打力伤卓啊？哎，算了，我给你上大腰带吧。哎呦我操，这蜘蛛不打力伤卓，这家伙你说，还得是卡牌呀！我发现这派克也不行啊。
掉了我点血，烦死了。那立伤卓放那么近都没打死，这就是没日炎，这要有日炎直接烫血的话应就给烫死了，还得要个日炎。哎，这就无敌了。你说去哪？这回就无敌了呀。日炎也削了吗？啥点更新的版本啊？我没看云顶之弈更了呀。就你叫羊刀正义之手猴啊，我不烫你啊。老猴子。现在福星无敌，猴哥，那下把玩个福星。福星就刺儿呗，福星刺儿。瑞文太拉，三次瑞文三星都没分儿，那不是，那不是瑞文拉，那是人拉。俺们的瑞文怎么第二名呢？对不对？那是人不行，给我个三星瑞文，我不吃惊啊！我的天，我也就是没有这命。还是人不行。大棒大剑锁着甲女神泪，靠，一个装备不给啊，啊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属实过分了。哎呀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，这太过分了。这给的这都是什么破玩意儿了，这都是。海洋会将他们卷走。这不瑞文装备吗？我这千牛的这盾好大哦。这边应该打不过，他是天选的千牛，这小子应该锁血了前期，这是三费前期最狠英雄。锤石我就不升了，感觉升的意义它不大，我们先不升。好冷啊，今天。
不休息吗？今天不休息，你们休息我上班，你们上班我还上班，大家过年我上班。新年快乐。吹牛，吹什么牛？哪年过年没上班，兄弟？这你就有点冤枉人了啊！这你就有点过分了，稍微有点。哪年过年没上班？你想一想，我现在给你翻直播记录都有，我就是不乐意给你翻，拉倒吧，咱也没必要讲的这么轻，你知道吧？就一自家人。不需要分的这么清。2007，2007，我还没直播呢，能不能别跟我扯犊子？2007，我也打游戏呢。又是这小子，我看见这小子就烦。把凯南给我杀了，打不过呀！这小子这老掉我点血，我怎么老碰见他呀？我碰点谁不行啊？我怎么老碰着他呢？大剑吧，也寒冰也可以啊。这波寒冰可以出青雨儿，水银寒冰。但是我没那么多猎人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不上盾了，这盾有点弱了，稍微不要盾了，上个小锤锤。蜘蛛不行，站前面吧。瞪他！哎呀，死的这个快呀！那才一星的劫，而且还没水银，就猛成这个样子啊！哎，这人咋这么猛呢？不应该呀，他一星的劫就猛成这样吗？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这不对呀，这不对劲啊，这不对劲。现在的劫确实是猛，魔法师，好久不见的魔法师，这是六法师吧？确实版本应该更新更新，加强加强法师。你这六法都玩不了，都根本也玩不了啊！那六法根本就玩不了啊！好阴影，少说废话，多咬几下。
其实我想把大树撇了，我把大树撇了，上个狼人吧。我要播种恐惧。锤石也撇了，威音拿一个，这个拿一个。我们升级，然后呢，找一个这个，天选的寒冰瑞文狐狸蛇女，这都可以。不行，咱就玩寒冰。寒冰装备也有了，够用了。狐狸的装备差点，狐狸其实不太好玩的吧。东西有点多呀，怎么办？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我他妈的，我全都想要咋办？我先拿个禁符吧，这。都是，确实都是好东西呀、啊！你是咋整啊？这全都想拿，哎呀，这不拿白不拿呀！你是给个寒冰吧，这把想玩个寒冰，腰着就算了吧。蛇女儿需要精度，有没有四费天选？给我一张。这把玩森林吧，既然森林来的比较的多，我的血可能不行了呀。狼人这么多的话，可以来把森林。寒冰。禁夫手套啊，禁夫无尽法棒，来个大棒子吧。不斗士，他们会喜欢这个的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起飞，降落。让你看看什么叫狠啊！呀，蓝不够用啊，这有点难受啊。夜游转森林值得吗？值得呀，禁夫值得一个转职。
有没有寒冰？看来是没有寒冰啊，这可怎么整啊？拉人口吧，升级吧。给个魔抗大剑就能用了，那寒冰。哎，不对，给个全套大剑，对，全套大剑，全套攻速，也凑合用吧，可以凑合用。找个森林天选，有没有寒冰？有没有？完了，糟了，没有寒冰啊，糟了。糟了呀，这不糟了吗？水银给了，剑刀给了。不行，水银给狼人吧。我们不行就拔豆吧，怎么样？六豆吧，六豆，六豆配个天神。哎，实在不行就六豆配个天神吧。魔法师，魔法师不能用啊。努努可以要。不要，银马撇了，给他配个天神。狼人 C 不行，我们就这狼人稍微有点刮痧呀，我一看呢，稍微有点刮痧呀，好像不咋地呀，这算了，还是拉克斯吧，放后边吧。搓澡了，打人不咋掉血呀，这。放一块儿，这把估计是第七第八了，兄弟们，这把估摸着应该是第七第八了，
上当了。打不动人呢，啊，搓澡了，给人给搓皮了。继续下一把，上当了，没有寒冰上当了。我本以为进夫来一